哎、欸，是亚洲吗？好，对，亚洲。对，为啥听到纯真女友？你们哎、欸，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有个疯子？你要聪明，你要来这边，来这边。没有啊，这个是。没有，我就是要这样啊，我就是要这样啊，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有个疯子？那个是谁？你们知道吗？那是谁？你们知道吗？后面那谁好嗨，谢杰林啊！哎，除了他还会有谁？除了他还会有谁？等那个纸质上 curse，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哎，你的桌面都不见了。啊！他做什么？他干什么？乌蛋，乌蛋，要不要玩 Overwatch？ 等一下，你们先玩。可以啊，可是我没有你好友啊，你先给我好友等我一下。用用，嘿嘿嘿嘿嘿，有没有第一次有视讯的实况组？真的，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视讯。Sandy， 我从未有视讯的实况组了。才不是王美，一直王美，莫名其妙。气死我了。会很大声吗？大喜吗？喜吗？喜吗？哎、欸，哎、欸，不对吗？想不到吧？哦，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请问大家各种音量都还好吗？视讯怎么一直对焦？有吗？哦，有哎、欸。看到吗？有看到我吗？我出焦了。マジか。私ね、このゲーム嫌いなの。いや、このゲームはまあところが長いですよ。下からそしてこちらマジックで、まあこのゲームは下一番人気ですから日本語で。日本語のスタバはもう一番人気。俺は嫌い。ほぼやったことはないの。まあ、みんな私このゲームやらないことは知ってる。だが、なんで？だってさ、いや、私は問題をちょっと返してくれよ。私は今質問があるんですよ。もう、もう。私の質問はちょっとまあジャンプですがダメだよ。なんで日本語で会話するの？違う、まあ。日本語の初めからあなたの方ですよ。私はもう日本人のリスナーさんと会話してるの。お前は肝心だろ。いや、まあ初めからまだ日本語はやってるすからあなたでしょ。あ、レビさん。レビさん。傻逼啊！讲日文讲到一半傻嘞！哎，你拉我进那个头号。好。哦，我不会拉。你先拉子子，你拉克斯。哦。克斯。你看到卤蛋，你在看卤蛋的笔电的桌面吗？超好笑的。怎么了？现在压力。啊。是哦，哎，同学。好了，没见到。对啊，一开始开幕完就没再看到你了。来，各位，我的台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咖，罗杰。还好啊，没有，不是那样。你们知道，我要先跟罗杰讲，你超级赶上时间。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开视讯，这辈子开始用第一次视讯。而且视讯还不是我的，这个视讯是子子的。谢谢，因为我在那个去日本。没有，我们应该没有，因为就不太懂，我觉得还蛮窝心的。OK，罗杰，在我们大咖，你有玩过吗？没有玩过，就冒险，我就玩游戏。真的，你知道我女朋友超崇拜你。
是你啊？他们说是阿叶三四点半的长方法在跟你互动，然后他崇拜你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用头脑在玩游戏，就是他是第一次看到你是因为你玩狼人杀。哦，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是很。对，后来就是其实弄游戏就是比较排逻辑，然后就是比较心跳很多次。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厉害，真的觉得。谢谢你，你现在打我好球。对，我现在跟子豪在一起玩。还有别的吗？啊，这边有人要认识你。我看一下。不好意思，请问你来生地牌？哦，没有。不好意思，生地是那个，没有生地是那个。哦，好大声！我介绍一下，哦，好大声。是这个吗？对。OK， 那你明天会来吗？明天我明天会在，可是我早上就会去。Oh my god！ 哦。你们这附近有到吗？啊，老板，不好意思，请问你在哪个灯，然后还要先？有一点不想改，一定要改。OK， 好，各位，我们要开始玩我们的 Overwatch。请问一下音量如何？你们可以，我有声音了。你们的客运怎么了？在哪灯？啊，やりたくないな。ハ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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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我们一个人来一起讲一句话，来来来，一二三，没有没有没有，再次再次，我们要撞死你！哈哈哈哈哈哈！太没默契，白痴啊！我一直听到回音啊！哎，大丈夫大丈夫。やるしかない。普段はこう会話してるから全然大丈夫。结束。睡了。哦，何歳ってどうしてんの？他干嘛一直？何歳ってどうしてんの？他干嘛一直讲日语？真的？지금당장쓰세요오늘지금지금지금당장쓰세요지금당장쓰세요不要乱讲，白痴！我们才天天，我们这才是加一张纸，天天白给我。好嘞，好嘞，好，终于可以开始打，终于可以开始打，终于可以开始打。拉北，大家比较近，所以有回音。抱歉。有咪呢？对，回音非常严重。各位，我要先看一下我们双鱼。回音。你才没有双荧幕嘞！有好不好？如果我有怎么办？如果我有怎么办？哎，手机，讲话小声一点。回应，大家都很安静。我们真的很安静的玩。我觉得，用把耳机拿出来还比较好沟通哎。怎么办？非常的，怎么办？那不要。我们不要通话，不要通话，讲话，不要通话。哎，这样也听得到啊！这样也听得。耶！但我们等一下就很冷静的玩游戏就好。怎么可能？好，我可以，我做得到。请去打他。只有我一个人做得到这件事。我把你们的声音静音了啦，我听外面的。みんな近いから。那边超多火的，やばい。我的耳机听到对面。现场到了是不是？你们一个人搜就好，我看台人搜。阿北怎么？我要用谁？怎么办？我不知道，好久没玩了，我不知道。哈？啊？我怎么听到露西欧的名字？我一直听到回音，怎么办啦？我已经把它哪里来的？
各位，你们知道？知道？子你那个。我要怎么把游戏语音关掉？到了，跳了，跳了。语音关掉。但是安平。然后那边前面有一个，点掉。对，我。前面前面过了，好吧。点掉？不是，左边，在左边，对，那个点掉。啊！啊！粪便。哈哈哈哈哈！哎呦，怎么玩啊？啊！逼要逼我！人人都是斗士。我躲上去。你们去哪里？不知道，我回家。可是我不会丢球啊！我来了。只是选多命女啊！我是地主了。可以请问一下我的技能吗？可以请问一下聊天室我的技能是什么吗？啊，人呢？请问大家人呢？发现敌人了！啊，好险，老准了！我看不到人在哪里。没有生命迹象。不是，我刚走太远。哇！我可以请问一下我的技能吗？一是补血，蓄不得快跑，好，你们就不要开语音了。对，我没有开语音。任务还没结束。发生什么事？我发现敌人了。走给。你很累啊。妈的！不管倒下，我都会站起来。人在那边架了二 D 叉。不要！不要办什么？哎，多狗，我这个多狗。这种。快去保护船！这是不是不应该选激烈吧？有没有人来救我？谁在哪？你在哪？这里是哪里？我是谁？没有喝了，啊，没有，我喝水。
我是新手好不好？可是他们已经两年选择。我只有玩过不到三十分钟吧。没有啊，没关系，放心的玩，不要压力，我在放空。Safe over。可恶啊！队伍里面有一个人听得懂日文，不能用日文讲悄悄话。怎么样？怎么样？不然就是这样讲。已经换了。哈哈哈哈哈！但你刚刚讲台湾人，他也吓到，哈哈哈哈哈！日本人吓到，想说自己讲的要讲到这样，听不懂啦。而且，我帮你翻译还要用那种 Google 小姐的声音。不用不用。有啊，五彩六号好玩对不对？啊，当时五彩六号比较好玩，跟我开玩笑吗？为什么我受伤了？为破伤目标前进，跟上这个节奏，收起行动。不要浪费我球！哎呀！请问一下，我们是在打人吗？其实好像差不多啦，算了。新任务，任务标死了。哇！打不中，打不中，为什么只剩我一个？为什么什么人都打不到？哦，记得放协助，我都有放啊。我不能走到前面去，因为我会被揍。我需要治疗。我们一同作战。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都在？楽しい。うん。楽しんでない。全然楽しんでない。Destiny 2の方が楽しい。楽しんでない。はい。这个时候才会放歌跟大家聊天。前方有电炮自动机动程序，机甲系统就绪。可以啊。哎呦，啊，我的 Q 是什么？我的 Q 是复活是不是？啊，放大家所写是不是？来来来，我上来。
关你屁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刚刚跑去别人的桌子里面，他们有人带了那个。哪里说的？哎，为什么我桌子他们放不出去啊？请问啊。加油！啊，我们敢加油！在目标处集结，出发！因为不聊，请问一下，为什么他不会死？啊！你想冲他小啊？不知道，因为我打不死他，因为我打不死他，我不知道他要干嘛。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哎，是假的，我刚刚。来哥，对不对？臣服于我的意志。完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是谁？这是哪里？这是什么？三十号办公室啊！救命啊！我们一同作战。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新的形象。老白色，小颜色，为什么要画成这么死 ？OK。一体なんでこのゲーム買ったんだろう。なんで？啊？仔哥，仔哞，你们可以想下一条短歌。你谁啊？化逆境为转机。大家都在哪里呢？
在打，然后我在打，讲话不要打。阿北阿北阿北。你谁啊？我认不出来。啊！紧张啊！看起来跟阿北超 carry， 我就不行。我现在带着个标签，伪转机。好远啊！我好像在玩马骑哦。特殊快计运动中，就是一直在跑步。阿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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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死掉了。以后看到都要。你谁啊？你又心疼了，对对。只是小小的挫折。啊！还剩三十秒。快发动攻击，不然就结束了。跑他！为什么他可以跳上去？我跟你讲，现在如果有大的话，还能跳上去。要对方画法了。还剩十秒。快点攻击！杀！臣服于我的意志。干嘛？啊啊啊！怎么办？发生什么事了？啊啊！你谁啊？你谁啊你？死神在后面，死神在后面。哈哈前面标题是因为这游戏吗？他超强的，他好烦哦。对不对 ？Overwatch 应该没办法。有办法。怎么看？有办法，我等下帮你看。好。师傅。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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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代表我的啊，麦克风好啊，这不代表你可以打杠杠脸。怎么跳舞？啊？哦，对不起。怎么跳舞？有爱上这游戏吗？心怀想。请问
我们是要说什么？夹住！别啊！阿白老师，别啊！快跑！哎，在干嘛？屏障开启。难得。为什么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理我？让我换。跟着红线走，跟着红线走。然后公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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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是啊，骗我！还没有嘞，骗！我还想说为什么都不理我，骗呢、欸、你们这些 Overwatch 玩家真的很奸诈哎，对啊，又不是真的，又不敢，还没到那边，危险，没有人了啦，亚瑞扬，哎，这难度是什么？小心后面。普通，可是 PVP じゃないよ。日本人啊，但是咱们在干嘛？要不然建议进阶也不行。我们之前还打过进阶高级。难进好吗？不是我难伺候哦，不关我事哦，不关我事。那我要去看风景了。放手目标，一起攻击。有在我们家，来吃啊！真的吗？据点被攻击啊！据点被攻击了。抱歉，抱歉。了解。我会保护你。啊？十分感谢你。在前面，然后压出去，然后跟我讲。你这个口令就交代。放下。心怀想和。因为其实我已经真的确实上好蛋了。噔噔噔。只是小小挫折，还剩六十秒。哎，红彩六号的日文怎么讲？快结束了，加油，冲下去！是吗？嗯。保守这个据点。哎，有人在这点，有人在这点。敌人在占领据点，快集中防守。自由开舞。漂亮，为什么打不死？
关公一样。那个开 Q 不用吧？打电脑不用开，应该吧？修理。PVE 拿的，那就结果我不在上面，我没有在上面，要不要买一万红彩六号？今日の午後の頃、私は私レインボーシックスの試合を参加した。やったことはないんだけど、参加しました。私すごかったって。やった。このゲームより面白いよ。レインボーシックス。レインボーシックスやったことない。難しいと思う。拜拜。杰林要回去了，开箱了，不要。我的箱子开到一半。我要过去对面，直接给六看。来，请问是？请问谁要跟我一对？都没差啊，只是我比较想跟。我都可以耶，其实我这一段那个人是谁啊？那是我朋友，他很强。哦哦哦，好，那我要跟很强的人一起。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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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听成路西欧之类的？不是啊，我个人就不会玩这游戏，我没玩过。好了，出发吧。谢谢你们。是多久没玩？哎，你没有帮我看我打多久了？现在也可以看吗？现在可以看吗？等下出去再帮你看。选择。没有，我加油的，我加油。好，那我就玩个毁灭拳皇好了。我有完蛋了大家不见。
啊，我的队友好大啊，我的队友后面有人。啊！啊，浩子，谢谢，你对我最好了。好，让我来了。我眼睛好大哦！先加入歌单，回去的时候车上不来宾，我人生刚好吃。怎么都没有人？为什么都没有人？人家电脑在叫啊！这得怪电脑。换电脑了。啊耶耶！我杀人了，爹娘！啊，我打不到人了，爹娘！耗子爹娘，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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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也没有打到他、啊，发生什么事？啊！哎呀！哎呀！我都不知道上面有人，可恶！可恶！我又回来了。是不是这几天？不是这几天不停？对对对，这几天提了名，先补那个。我看不到了，好大一条龙！哦哦哦哦！哦哦，当贝斯你在玩。我不能动，为什么？请问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刚刚不能动？命不该绝。我正在占领据点，来吧。被吸了。是哦，那我怎么没有受伤？正在占领据点。隔壁的震动也最大了。请问我的攻击距离算是很远的吗？我是那种可以当狙击手用的人吗？狼魂要开始。我被炸飞，我被炸飞了！我的 Q 是什么？胜利！你就躲起来的，还有很多的收据。好，他们在墓室跳花了这么多钱，多少还一定距离之后伤害会减少。怎么会有一个人？哦，没事。对，
太强了，太强了。我真的觉得。哦，是啊，很激动哎，小线，就是人闪，电动也跟着闪的概念。地图上会有大小血包吃完，为什么？好好好，地图在哪？我刚刚好像都没有看小地图，有地图吗？没有地图吗？哦哦哦，不是那个意思啦，哦是地图，就是图里面会有一些那个，好，好。那你们可以四打二啊，越来越过分。没有了，没有了，我跟子怡队，好，不要了，不要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啦。好，开打，好屌啊！干！三打六。生成可以玩壁垒看看，超准的，好，怎么样？怎么有人大桶水？那么大桶水，我从礼拜四买到现在还有那么多。即将抵达漓江天塔。谁是壁垒？选择他啊？为什么他们叫我用他？用谁？壁垒骑兵。嗯。因为他不用脑。真的，我是说真的。他是要 shoot 之后那个机兵，然后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我刚。可是他一边他们一边称赞我射得很准，然后一边叫我用避雷。因为他攻击最高。是啊、哦。因为比如说。可是他现在只要边补血，他那个减伤五十趴。什么意思？就是他有按住右键可以帮自己补血。嗯。然后他边，而且他以前是只能站着补、嗯，他现在可以边走边补，然后这个时候被打到减伤五十趴，就是你的伤害受到伤害只有五十趴。好。OK。好。然后你按 shoot， 你看啊、哦、shoot 的。这个时候就到哪都按住，对。不会有什么吸金什么的哦，右边好。这个只有要换弹而已，就没什么事。可是你按右键，这个补这边有个条，你补完你就不能再补。哦，这是修我自己的。对。我只有这两个技能。然后按 R 的话就变坦克。好，按 R 就变坦克。好。啊 ，Q 啦。好 ，Q， 好，大绝，好。我的攻击距离算是很近的吗？中距离。好，就76差不多。可是我不建议冲进去。哦，我算成冲进去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动？好急，谢谢。这个招标是。哦，是啊。因为他在反击你的招式。哦，是啊。我还跟他谢谢，可恶。哦，谢谢。哎呀！机甲型就是。哎。哦，谢谢。我抢了一下。来了，好的，我觉得你聊得够没有？小谢真的超激动。哎呀，他在反击我。哎呀！这样壁垒骑兵不会这样站着跟人家对射，都是让他上面直接迅猛的哒。所以我要站在某一个地方啊。好。好，前去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往前走嘛。嗯。然后这个时候是侦查，就看哪边有人，但是看到人之后都是这个样子。好 ，OK。通常这边转角。是的，就是尽量不要带这么空旷。通常，比如说人家会从那边进来，你就在这边。等人家跑进来。对，等人家跑进来。对。旁边有人。
是你比较怕的角色是那个，你比较怕的角色就是元素，因为它会反弹你的子弹，你的子弹攻击很强，它会全部反弹到你身上。因为他们会经过这边要去抢点嘛，就可以走的，还有靠背哦，靠腰哦，靠腰，超气耶，气什么气呀？超气的，还好你有装刺，真的，大家看得超爽。哦呦，拜拜拜拜，康妮拜拜。哈哈哈哈哈！啊，太无敌了！坦克来了，坦克来了 ，biang biang biang！ 哈哈哈哈哈！耶！哈哈哈哈哈！哎，我用 Legi 的账号是打我自己的账号，哎，有意义吗？有意义吗？哇塞！他攻击超高，就这样玩就好。好，交给我。啊！好，可以，还行，可以。没上线，哎呀哎呀！都好慢。
大家都不走我这儿。好好好。啊，看不到人在哪里。那个蓝蓝的就想，我会一直忘记要吃鞋子。什么什么？比赛结束了，我还把耗子射死。有机会跟日雷一起玩吗？这个、哦。右边好可怕、哦。会用声音提醒你，是啊，阿北，失聪。
放电。爸妈都在很冷静的玩着自己的游戏啊，就每年这个时候，你好像都在玩你自己的游戏，而且都是让我在玩恐怖游戏，超吵，超吵的。主要就是看这边，就是你用了这些。为什么我用残压塔用了五个小时啊？为什么是挂着吧？哦，总时速是六小时。总时速量你都残压塔五小时。水哦，中师级的。设定说你这个房间的那个每个的模式这样，然后就之前耗子就有做一个，就是里面的安娜她会丢那个补血瓶，但是你如果丢到敌人的话会扣血，然后每个人血都弄最少，然后补血瓶伤害弄最高，所以你只要打到人就直接死掉。好奇怪啊，那是自己定的比较奇怪的模式吗？对，就是你想要怎么玩就可以这样。我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哎。几方啊？哦，如果是新家，其实可以啦。你家是几方？几进？那几进是？边角。等一下，东西啊。就等一下。哪一个？你有在开台吗？那是谁啊？哦，哈哈。不会自己寻找。看看我自己在我身边吗？现在正是开战时刻。为什么他的弹会弹来弹去？
为什么一个东西一直弹来弹去？你说那颗在飞着吗？胶的。对啊。师傅丢的。不是不是，刚刚有一个很像弹跳弹的东西耶。是紫色、黄色那种。紫色。啊！那是新角色。哦。他就是他丢那颗球，他应该是新角色，反正就是他丢那颗。还有一个像会弹跳在墙壁上面那个，应该是新角色的。我是可以按一放闪光弹，是不是？对。好。哦，是分裂，不是哦。哦，是分裂键的。来人！啊，有龙冲过来了。哇哦，芝芝，我的人生还真不错。哦耶！如果别人离你太近的话，你可以按右键，然后你就可以一口气把所有子弹都打。是啊。你可以按按看。我刚刚按过，那啪啪啪打了一份。哦，他好痛哦！你可以直接丢一个闪光弹，它就会掉下来。哦，是哦，是哦。对，它会。可是我每次丢出去，它就噗一声，它就什么都没事。对，它就是一个近距离而已。好。它距离没有很远。所以很多人会用，就是你丢闪光弹之后，它在你近距离被晕住，你就马上按右键这样。好。就你丢闪光弹的距离，你要就是练一下。我其实不知道他会丢哪里耶，真正，哈哈哈哈，处决，道歉，哈哈哈哈哈哈，啊，不许走，导演，发生什么事？小美病了，啊。
就记得他闪光弹丢很近就对了。哦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可恶，超讨厌那个欺负，超讨厌路西欧的。为什么山神准信不会晃啊？什么意思？啊？是哦。就你准信不会一直去说哦乱瞄。那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嘞？你要去跟暴雪说你的电脑掉了。还是我的滑鼠速度调很慢的关系，有可能，应该是调慢一点就很稳了。我记得上次大家帮我调东西的时候很慢。你不要试试看那个新角，这个啊，对，西索啊，对，这要干嘛？它呢？它可以远距离的，就是像那个光束这样吸人，可以攻击，它也可以补血。然后刚刚说它可以丢一颗球出去，然后那颗球只要靠近的人，它就会去攻击它。你可以试试丢球，好好，对，你可以丢看看。可以先试试看，然后它的 shift 是可以瞬移。什么右键是什么？攻击。右键是像吸光束那样吗？还是对对，光束，然后会吸人，会攻击。然后左键是治疗。对。然后治疗他那个会扣嘛？那你要用攻击才可以补回去。扣什么？哦。对，你要攻击到人那个。那一呢？一的话就是你要选择治疗或是伤害，然后呢，选了之后你就会丢一颗球出去，他就会在墙壁这样弹来弹去。那如果伤害丢到队友会怎样？不会怎样。哦。嗯嗯。那我的去不得就顺你。好好好。你可以玩物理弹球。像假设你的前面有个敌人，你就可以往他丢伤害球，你就顺便再吸他，那伤害就会很高。这个很难选啊，治疗啊。哦，他很远哦，这个吸的很远。哎呦！我是要看到他是不是要指到才行。他就是会往前喷那个光，不过如果你一次很多人，你就可以丢那个光那个补血的球就好了。反正他可以喷到人的距离，他就会自己射出去就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喷那个光的那个球。哦，你回复一下。他被吃了。感觉如何？我看不到他，像猪我就不能冲上去，对不对？对，你可以丢，你可以往他身上丢一个那个攻击的球，他就会被打。你不要跑啊！他妈的！然后
他的大绝就是同时可以补跟攻击，然后往前弄龟派系攻击。哦，然后一直轰轰轰这样。距离远吗？蛮远的。好。科学的进步总是伴随牺牲。看来你需要点协助。哎呀！阿美站站站站站站站！体悟心灵相。那等一下他们一群人在这边就可以开炸了。好，我选择进步，总是伴随牺牲。给我一个！放错了。正在护送目标。那他在这种很难瞄的地方，你就丢一颗球过去。我在丢球啊，我还有杀人呢、欸，有啊，我还有治疗你呢、欸。干嘛对我喷尿？他妈了！不知感恩。啊，是不是双杀？我明明就有在做事，我双杀，因为我有在做事，我很努力。发生什么事？没有。那个我救不了你。啊！好。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是不是放弃了？我的意志在放肆。反正等一下你看人很多来放。这样啊，这样。对对对对。哎，为什么他不？哎，露西又真的很烦哎，气死我了。你要把我找回自信吗？他真的很烦，他为什么打不死啊？我恢复了，这种消散，这会让你舒服一点。哦，生我了！我还没死，我还没死。目标停了，快让他又发动绝招了，一起上！正在重建你的细胞。火力全开，实现我的意志。啊，二楼。二楼有一个射很远的。看来我的计划有缺陷。啊，指甲好长哦。不要！不要！再玩！
啊！我进不去，我是不是应该换人了？可以啊，可以啊。进不去啊！我用那个进不去，不够痛。哎呀！目标禁止不动。现在找拍照，你要等这一场结束，你算差不多时间结束就可以过来了。哎呦，谁讨厌？感情不好，感情不好啊！后面有两个人，后面有两个人。哎、欸，你们不觉得这几天坐车屁股很痛吗？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觉得屁股超痛。又跟不是又见忘记了。为什么有两个露西哦？为什么两个露西哦？为什么两个露西？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离画面啊，他妈的！
来。恭喜你，这是完美的第一步。你可以这样一下。我要跟他们讲，我内心有。干嘛？耗子晚安，耗子晚安。对，你们在队伍里面，靠边。不用，你不用队伍评，我自己清楚。阿北去厕所，等一下。嗯，耗子去睡觉了。那你可以，那你可以用中指比一个吗？哎、欸，可以哦。中指比爱心。哎、欸，中指我可以。啊，就是爱心呗、欸。没有，你要这样。他们喜欢你这样，不然我们就要这样，不然我们就要这样。三台一起，三台一起，没有你们过来，过来。哎呀！好，就是要感谢斗内就变成。刘海开始油了。你截图糟糕。对，这可以当新的订阅的 GIF。你说刚刚那个吗？而且很多人在那边。好。小弟姐，这个不是你的。嗯。你那时候打那个觉得还那个 AI 还 OK， 那我们打困难的地方。好啊。很累，不要闹。怎么没有起来啊？选择什么？他没时间嘞。我还想找你们。我去让他过去了嘛，然后不要念旧了。嗯，终于回来了。我也才刚去抽烟而已。回来了。哇，我这眼圈看起来好重啊！这个地图是这样单纯，非常。本我不拘于形。为什么不能到？系统运作正常，准备战斗。月球上有致谢并不奇怪。毕竟，太空中的机器人比人类多。哪里？距离进攻还有30秒。从上面看，对的，哎，真的，真的，没有这么严重。妈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姐进攻了。
到哪我做多少次，要做超越计算。你干嘛？你刚做了什么？我刚刚在对那个灯泡。这脚准哦！啊，爽啦！还是是拦路猪的问题啊？因为他。建立信心，又在建立信心了。可能时间精神最好的。什么东西？耶！刚刚有人抖那5块钱箱上我们的。准备，选择英雄。
因为我最近在写英文书法，所以手比较稳，写到手都快断了，很可怕。我每次写完这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凹下去。嗯，因为我写字太用力了。那你写的方法不会，可是因为英文书法它是平头啊，你要把它压在一个就是两边都平均受力一下。不会，我没有练这么勤啊，哈哈哈哈。哎呀，我今天在打红彩六号的时候，也是一紧张，我想跑步或者是想要躲起来，我就会按蹲下，然后我就整个人躺下来了。所以对，我就会看到我跑一跑就突然躺下来了。嗯，你做那个机器人吗？对不对？好。主要都是机器人的戏份吧。刚回台南，准备去吃早餐。去吧，去吧，去吧！好远哦，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叫狗叫狗啊！哈哈，快来拿双脚包！哎呦哎呦哎呦！啊，抱歉。人在哪？哎呀，我死掉了！碰到一个会把我抓走的人。阁下是在拿我作乐吗？哪里？
看看谁懂。还剩二十秒。为什么我一直都哦没事，我自己按的走路键，然后又问说为什么我一直都。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谁在打我？哎呀，你每次都弄我！啊，我每次变成坦克，我都死掉了。看飞机真正玩游戏好疗愈 ，OK。呼呼呼！真的，我就说，开视讯之后就会失去自己。是，让人懂哎。哦，是啊。让我失望。
想吃包。身体修复了。双杀。哎，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的？我都看不到人在哪里。看我这招！被害了，怎么回事？讨厌，很讨厌。谢谢。我怎么都找不到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人在哪里。需要个治疗，因为我不会按。正在移动的动物，你都别想阻止。大家过来喝一杯。发现什么？请问一下，我的大是什么？会冲来冲去，是不是？是你的那个会开始挥刀，一刀125，至少不会那么。哦哦，我死掉，来不及了。嘿嘿嘿，先看剧情再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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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的，吓到开大大。我绝不退缩，绝不退缩。目标正在移动，快来支援！紧张。先关掉。好，
谢谢谢谢那个赛德拉拉。不要甜的，不要零食。甜的。不必要。甜。我都接好。喝汤。干你娘。干你什么都不要，你吃狗屎算了。这个这个。哎哎，他不要，他不要甜的，他不要甜的。咸的。这是咸的，好不好？那你要吃吗？你知道刚刚我去厕所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刚刚我去厕所，然后我就上上上上，然后突然听到咕咕咕咕开门，然后再咕咕咕开门，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到隔壁那间，然后就全部吐出来了。什么什么？那是喝醉了。就因为很安静，然后开门，然后咕咕咕开，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开到我附近的时候，就好可怕，好可怕。我的智齿会爆炸。这没有很甜呐、啊。这个我智齿会烂掉了，嘴巴被割开哦。那我吃这个。对，我今天精神还蛮好的，昨天很累，而且昨天五点左右到家就直接躺着就睡着了。你的眼睛已经快要睁不开了。啊？那来玩 Necro Dancer。真的、哦，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家啊、哦？节目上干嘛？大鱼不会喝，大鱼直接喝。大鱼直接喝，大鱼直接喝。反正就是疯狂的来玩游戏，真的只是辛苦了。啊，我的体力好累啊。对啊。什么东西？现在哦，冬天不会，冬天要到快六点才天亮。你是绑橡皮筋是不是？你绑橡皮筋吗？我想问嘴巴没想开。我拿剑的。对啊，耗子不是抓水了？耗子每次都炸水。They told me I was。肉粽妈妈。
音乐会太大声吗？其实我选的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哎呦！我靠！你打的怎么还这么久啊？太厉害了！我靠！
要看那个道具怎么用。
人。鞭子在这一关真的是不行，鞭子在这一关真的是太夸张了。来了，棺材声来了啊！那一把声，开到要关的时候就会关了，你先睡吧，对不对？棺材声。我觉得这一关最麻烦就是骑士。
时间要到了，时间要到了。我掉下去了。我掉下去是什么东西？哦，终极战士。嗯哼哼。拜托大家把它吃完好不好？这里有地瓜酥，有吐司，有果冻，有包冻。拿给我吃点地瓜酥。哈哈哈哈哈。你要吃玉米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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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玉米。玉米卷剩下的一些玉米。看你脸肿开了。哈哈哈哈哈。哦。要做一口就给。哦，今天好多人过夜哦。你要待到明天吗？啊，今天要待到明天吗？没有，我待一会儿我就要回家。啊，对对，我有点累。真的很累耶。有一点，有一点。我觉得很佩服你。没有没有，三天都这么忙。忙的不要不要的。哎，我是换了一个麦克风，你又换回来了。这是人家借我的。有好用吗？这里不会收音很棒，因为我的麦克风收音更多，所以那个在表演的时候就很烦。可是我觉得国路它收音也很广，对吗？对啊，其实都会差不多啦，只是这个我就不用接很多很多东西。好，我要去厕所，我受不了了。那个音效卡，我把这个对那个音效卡，好吧，就是另外对啊，所以就一下，如果要用我原本那个麦的话，就要一次再接两台机器，很麻烦。用音效卡那种，音效卡跟效果器，因为它太小声了，所以要两个全击推。我最近也买了，我说我买，我没有带来。我是买那个 S M 的。哦，我也是，很难推吧？艾卡贝的工作人员走了吗？不知道，我刚看到外面报走。我来的时候他们还没走，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没走。真的好吃道具了。
手来帮忙按。干。干。这是要怎么玩？按迷宫烧完杀小，好的。
来参加 LAN Party 好像也是玩的。对。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还在聊酒，太累了。明天几点走？明天应该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打算。你要照一下吗？啊！第二季要买，我没有买。不过我已经，我已经不想要再买这游戏任何东西，反正我也打不赢。
讲完这个。那五点没有吃巧克力蛋糕的话，要罚1000万。好，我可以试用一下。可以试试。如果你们想吃甜的，都没有甜的。No， 我想吃，但是这个不想玩那个，我生气，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手机已经玩了很久，我从来没有打过最后一关过，就是用正常的角色打完最后一关过。有满足感，味道好。对啊，我就是因地制宜。啊，还是这个游戏比较好玩、啊。啊，可是有烂脚啊，不知为何的烂武器。好了，醒着了，可以睡，可以睡。我真的没有打不过，而且我也没有买 DLC， 我才想到。晚安，晚安。杰尼斯啊，我杰尼斯，我杰尼斯啊。这还有像我，勇者一眼，勇者一眼，你知道吗？我不想生这些东西了，我又不会用。杰尼斯，杰尼斯，杰尼斯。杰尼斯过期了吗？那个晚安，第一次跟台特别多，是哦，谢谢你。晚安，晚安。可以。其实我们这一局到底会待到几点，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玩了而已，因为我不想要一直讲话了。我这一天真的好累哦。
得非常的抱歉啊。拍的最好。还是错。我刚刚在厕所了，在。奇怪，我不是，我记得不是有一个武器是打附近就会爆死的吗？眨眼吧，看一下你这，我只是不想讲话了，累。好，我要变大。什么时候啦？什么？变回王源。哎呦，而且这屁股坐，可以找神拍照吗？可以呀、啊，现在吗？五根总坏掉，停路边等救援。刚刚还有。刚刚你那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哎，慢点。
久坐屁股超疼。什么东西？这是抓的，这是我，不好意思，我刚刚这个换了。其实我现在甚至不知道我干嘛要开台，因为我就只是想要打游戏而已。感觉是电箱故障哦，我没事就好了啦。哇！抱歉，什么意思？工作辛苦了，真的。才五点半呢。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这个符号我打过几遍了，有没有搞错？应该睡了。中心。对啊，好累哦。
下，我要打这个，我想要打到新的图。而且我怕睡觉会胀气。
好可怕哦，其实很像中邪。哎，我们也是中邪。啊？我带你去走走。来走，走呀，走啊。这个小心走。但是我们。上班很晚睡，有办法。我以为有上班的人都会，就是怎么讲，比较固定时间睡觉。其实已经蛮多人在收东西回去了。不是，我刚喝酒有点红，好吧。
较，我这个比较特别的是白门，然后这边它有一个台湾限定，因为白门会觉得它其实全都有，但台湾限定是他们就不会讲。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款还在 beta， 对对对。我都完全放空在打哎、欸。踏入无的领域，还要更快。我就是我，就是我，嗯，定三个闹钟、四个闹钟都没有用，想睡就起不来，就算已经醒来，还是会赖床。我缺点真的是赖床哎、欸，我真的。你们不觉得赖床很爽吗？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赖床。我都会觉得。还要，真的还是想要再睡一下。就算再五分钟也好。真的好想睡。不过我已经持续很久，是哦，可是会自己起床还是很好的。或者是睡到一定时间就会起床之类的。
睡到固定时间很强。对啊。高了吧？哦哦哦！啊，我真的是受够你们了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机会办呢？毕竟场地还是有点麻烦，场地跟设备之类的。哦，谢谢谢谢谢谢。他发一个给我，我不想要躺别人躺过的。
开始疯狂的受伤了。奇异果昨天一开始在很外围听不太到，后来转移阵地都真的要谢谢录影的人。大家真的很热心啊，办这样的活动。没有连 party 完之后我还要去加拿大，好冷，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请问请问目前有人在国外的人吗？我不知道以一般在台湾过冬的装备去加拿大，现在去加拿大会不会冷死啊？飞机感觉要飞好久，对啊，也是爆屁旅程。我觉得一代比较神。我前几天走在路上，还突然想到那天去听音乐会的事情，就是还是觉得蛮感动的。现在想到尼尔的音乐会，应该不怕到死，只是很冷吧？是没错。我又开始他妈的，但是要开始放这个火，我就开始了。开始唱歌了，那边开始唱歌，早上六点。对啊，出国休养身心，但出国还是会想追剧吗？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就尽力在国外看看能不能开个 IRL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我家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我说去加拿大要怎么办。我去八天，发热衣如果外套不够防风的话，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个人外套是很讨厌拉拉链的。
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唱完了给我。干嘛？算了，我先睡下这个被子哈。一个啤酒，拜拜。
现在这个牛，哎，这超好吃的。只要在这带而已。什么东西？不愧是完美。重复太强了吧？我真的觉得转弯太难了。还是我应该拿盾的。我的睫毛根部好烦啊，好累啊。自从练 party 人生毕业了。好，睡觉了，完了完了。
点钟。早上六点半要抽人就有那么快啊？对啊，不会迟到。突然想到，我好像没有去找希尔哎，可是已经超晚了，他应该不在了吧？就先这样吧，今天就先这样吧。瞬移有够机车，对啊，我觉得港湾真的太难了，我从来到现在还目前还没有过过的港湾，有好像有过过吧？哎，对，我目前还没有过过港湾。波波先去上班，波波。好的，休息。现在是11月26号。下礼拜二五还是会开，童年的啊，可是那个时候童年的都很高啊。啊，下礼拜五可能就不会再开了。女生已经都比男生高嘛。嗯。对啊。你们厉害。好厉害。太神了，太新。我那时候想说，所以你根本没找多少。下礼拜五不知道，下礼拜二还会开。然后。对啊。之后就直接休一个礼拜。不是直接引。那个太普通了，我那个时候正好根本是12月5号
的那一个礼拜就没有办法开台了。有种莫名其妙过一个人生阶段。这种就是，反正就是再想想吧。那我先关台了，大家拜拜。感谢大家陪我到这么晚。再见。你说第一次接碰伞，或者是你们老师了吗？或者是牵手？第一次牵手今天啊。我第一次牵。